咁啊 ，Travel Room 又想問就1299友邦入唔入得過？如果係嘅話，咩價位入好？係如果你講友邦咧，友邦就而家呢啲位置就少少尷尬啦，因為其實都係剛才講個問題就美金強呢咁。就友邦就兩個主要大劑頭，當然佢公司有公司啦，咁呢個都唔使特別講噶啦。咁但係就近呢一兩年都係普遍問題，主要兩個，第一就係佢東南亞業務多，咁本身全部都係東南亞新興貨幣計價啦，咁嗰啲嘢就你美金一升就好麻煩嘅。咁第二樣就當然係由個神壇打落嚟嘅因素就係封關啦，咁而呢樣嘢就暫時都未有任何曙光住噶啦。都我想都不用了，甚至乎即刚才讲，即你想想刚才已经讲到是我们看看823会不会由个地底到爬上来，就是大家由小禁足变成不用禁足，即现在香港人的期望这么渺茫，或者这么渺小的时候其实你去想1299，开关啊，什么咩大陸人落翻嚟買保單呢啲，即係可以翻去瞓翻陣先咯，唔使咁急嘅，係啦，所以就我就唔會特別去諗呢個問題噶啦。咁你話認真買嘅話，咁你你有持有一兩年嘅打算咧？咁我覺得你話跌穿可能去到，我就比較衰啲嘅，我個價我就會睇得再淡啲。我去到哇，你真係隨時可能78蚊留下，你先至考慮買啲啦。咁就，但係呢啲嘢就要有 hold 一兩年啦，起碼 hold 埋今年啦嘅打算，你先至好咯。咁否則就唔掂算啦，不如。系啦，如果你係諗住啊，我跌一蚊就會斬噶啦，咁不如就唔好買啦，係啦，咁係啦。好啊。